有冇女仔喺度？今晚想揾女女陪。抖音其实很有安全感啊，我觉得佢好张文咯，很其实他教我很多东西，因为我第一次演戏嘛，很紧张的。唔系，佢会教我哋好多嘢嘅，即系佢会有时教我哋点去谂某一啲感觉啊，即系佢俾好多想象空间我哋。咯，佢引导你去谂点样演一个角色，咁同埋佢俾好大嘅发挥空间演员，咁我觉得呢样系做得非常之好，俾演员觉得好舒服噶，因为佢咧会成日咧。拍完一個 take 咧，佢覺得好滿意，佢真係會話 very good， 非常好咁樣咧。跟住你聽完之後，會覺得好開心。導演會令到你對自己演戲會充滿信心咯。他一稱讚你，整個都很有自信。譬如佢覺得你需要改進嘅地方，佢因為佢個人好細心，佢會特登，佢會喺你耳邊講。最深刻嘅就係第一個導演係會係開拍之前會。跟我哋演員做咁多功課嘅一個導演咯。嗯。哇！有冇踩親你啊？我驚踩親你啲腳板。OK， 點解會出呢件事？好禮貌被人屌過啊！台灣的、啊，台灣就唔該你講閩南話啦。講你咪聽我咧，你咩字牌 ？Uncle 咧 ，good good good 啦。我唔知講咩啊。哇，佢真係好爆啊！佢辣妹啊嘛。你中意邊類型嘅仔啊？真係好重要咯，因為做完之後我哋四個真係好即係。親密啲啊 ，friend 啲啊咁樣。我無論喺戲裏邊或者戲外 ，friend 咗。首先戲外係 friend 咗嘅，咁所以然之後喺戲裏邊就會好自然咁有一啲我哋好生活嘅嘢出到嚟。佢係真係我自己好中意啦，我都好中意啊，好像爸爸一樣。